是局的相伴，来封锁住对方在突破僵局下的攻势。接下来就到了十局下半，我悍将在2-0的情况之下来开启本局的进攻。所有的家人，让我们再次的团结一致，继续的来为悍将大声加油呐喊，直到我们竟然拿下这一场。再次邀请所有的家人，统统一起站起来，为悍将的待会进攻来全力的一点。走上打击区，要是轮到他们放的刘俊豪，今天看来就是要将我们所有的强势区统统跳过一遍才肯罢休。Everybody go， 复活悍将。
欢迎超级棒的第一个的军豪，是执行成功的师生初级，我们是一人初级三人少女团队。欢迎副判将来提出电视辅助判决，再次请观众们稍候。三人上有五，三将接下来击胜吗？